三种黑眼圈颜色的秘密，日本专家教你对症消除。出现青色黑眼圈是因为睡眠不足，导致眼睛下方的血液循环不顺畅，让眼下的血管暴露变成青色的样子。要改善的话，可以用暖毛巾以及冰毛巾交替敷在眼睛的周围，一分钟做五次，共做十分钟。出现茶色黑眼圈，通常是出现在没有做好防晒、过敏或是经常揉眼睛的人。这是因为过度揉眼睛，让皮肤出现了色素沉淀。要改善的话，可以用含有维生素 C 的化妆水或是乳液，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，达到淡化美白的效果。出现黑色黑眼圈是因为皮肤松弛的缘故，由于衰老或是疲倦，让眼周的皮肤变薄松弛，导致看起来有黑色的眼圈。要改善的话，可以按摩头皮，搭配乳霜按摩脸部、眼周，来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肌肤恢复弹性，改善眼下松弛。